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感觉我就非常震撼，就跑了很多地方，我从来没看到那么美的地方。我是做美术的嘛，就是专业墙绘啊，做那场景啊、设计这方面的嘛。里面墙呢，的一个景观的玉林的风景啊，那山风土民情，要把它画放美成墙的话，就按照每个街区的每个电商的那个环境呢、啊，还有背景那个色彩搭配上去。很多游客啊，特别说，哎，你画的好漂亮啊，在我可不可以拍照？然后我心里就很，就心里面就会所有的辛苦都觉得很，就会很值得。我看到这里很多很漂亮的壁画，然后我就围着这个景区，然后转了几圈。把他们全部都拍下来了，我觉得非常漂亮。当地的居民还有外地的游客，去到哪里都是处处都是画，就是每去到每个地方都可以感受到一个田园风光，让这个六星街处处是风景。